个笑我讲，卖个笑我讲，笑我空空，笑我无路用。有谁会当来体谅？体谅阮受过的伤，为着理想，我会坚强。温暖的笑容，心爱的，请你莫阁笑我戆。后悔不要紧啊，有后悔药会使吃，那后悔药会使活了后悔一届，弥补过错啊。原来要去地府吼，只有用诈欺骗鬼之术啦。这敢是后悔药啊？哪样呢？你真正是靠天公作正道，请神父。嘿，请神父。是用我的意气控制，可是会要花。我写的重伤，哪呢？我救我！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我一直都没明白，我都没心连接。小鬼唱，你也要跟我唱是吗？无咯，老三讲，你的请神魂这尼啊厉害，我哪会敢跟你唱？对，我总算摕到许个药啊，有一个部分，我的愿望真紧就要达成。老三公，你紧放手啦！要若无你犯的天条，早天在做呢。天条是算啥？我敢一条一条犯的，你看。你讲的代志，我老三公都愈爱做。安怎？要弄，给我还呀！怎么？做一个。好，那呢我就慢慢练。杨龙，先给你碎破。快走！想敢甲你讲分啦，记得啦，唔敢啦，哎呦，我嘛唔敢，我袂怪罪你啦，记得去讲啦，我来，啊，去，哎，干嘛？不休，赶快去练手下。我只是听杨老的命令，甲拍袂尔，恁是咧大惊小怪创啥？杨龙，哎呦，最低，听话无啦？哎呦呦，哎，讲到你这狗屎在哪里？我叫你爬，你怎啊讲啊这么大啦？杨龙，卖个搬戏啊，戏个搬落就无成啊。什么意思啊？真好，真好！
哪呢？台北的小唐，老三公啊，真歹势，互你失望了。伊抓准讲你这请神符会当控制本王，其实这自头到尾拢是一场的考验。本王嘛爱感谢你，有你的自大甲你的狂，本王才会当演这出戏。什么？考验？何贵秋，你是这点事看出本王的本意啊？哼，老三公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用法术来把你控制？而且后悔药也是这么贵重的宝物，老三公三句两句就可以得到伊，伊手头那是假，我才无你遗憾。阎罗王啊，你是在跟我考验，你在跟我考验讲，我的智慧经在这出戏，敢有法度发挥作用？既然你这么用心，那呢，我打你的头就要早感情大了给打下，你说对吗？对对对，打了好，打了真好。那呢，杨某，我是不是有一点点奖赏？你要什么奖赏？那当然也是后悔药啊。何贵秋啊，你的胃口真大，安怎？已经有智慧金了，阁无够，还阁想要治后悔药？你不是爱我挣出神经？我是通天下上巧的人，我有后悔药，我当然嘛会挣出神经来。安尼敢有问题？是，你袂吃亏的啦。连讲我阁做一道王死城金蕉之卵来给你吃，你讲好无？王死城金蕉之卵，听起来都袂歹哦。好啦，这后悔药我会当给你，也唔过我先把你救。后悔药唔是任何人会当控制，甚至伊的效果唔是所有的人会当去承受。这点你心肝内一定要非常清楚。我非常清楚，请杨老王赐药。来人，将伊三个人关伫王死城，改个永寿金，才来相遇。是，杨老，稍等一下。何贵秋，本王已经对你王开一面。你是千万唔通要小心替别人求救。杨老，当时我出来，你若要我了，我就好啊。因三个啊，帮因登记啦。啊，你若要打，好你打。好。本王决定，予恁三个人宽容。贵公，贵秋，贵公，醒醒啦！相公，贵秋，你这么缘投，把这歹看，我替你拆掉。你清醒了，相公，不要，不要，我再来，相公，你完蛋了，我不来气，血位也要搞出来，啥？血位又要退掉啊？我唔退，爷辛苦顶，各位请，我哪敢借钱？你讲血位哦，唔管你有钱，我拢付你。相公，我这讲的是真的，我会当保证。你想要偷大亏？
我是为了土地公感觉无价值。土地公啊，你为着因犯了天条，留伫咧地府咧受苦罪，结果因家的人呢，转来勇敢头一件代志，竟然唔是关心你，是想要摕到后悔药啊！你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你敢会后悔啊？桂秋，你讲你有办法用后悔药啊进出现金，这是真啊假？当然是假。我若无用地位金进出现金这种讲法来脱身，杨老王哪有可能会放我倒？所以你根本无想要进出现金。哼，我即马人得好好的，是要进什么现金啊？原来你拢在骗我。好，后悔药给我。等。后悔药是我的。这后悔药啊，干哪一个？啊，恁有两个人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是。这。葛桂秋，啊无，你先把后悔药啊摕出来台看卖啊。对啊，你无摕出来，那才是真啊假的。好啊，既然大家拢安尼讲，那安尼我就拍开给大家看卖啊。这空前糟糕，收集地下所有后悔目屎所造成的后悔药啊，到底是做什么款？一罐酒，那明明是一罐酒。这明明就是一支刀，阿爸，你讲对无？无唔对，我看人同款，是一支刀。奇怪。那明明是一罐酒，是安怎因会讲是刀？是安怎我啥物拢无看到？是杨龙甲我骗？唔对啊，因拢有看到啊。这我明明比伊聪明百倍，是安怎因拢看会到后悔药啊？我煞看无，这到底啥物意思？原来你是跳过伊放因登去勇敢的，无唔对。这个高贵秋已经通过本王的考验，事实证明，这滴回金甲高贵秋有真亲的缘分，才会当发挥作用。无得到早就路，这高贵秋伊所讲的，用伊智慧甲这后悔药啊，会当种出善根。哎，杨老啊，我问你啊，这后悔药到底是安怎让人后悔？啊！今年无过去，我才感觉足好奇咧。我甲你讲一个秘密，其实哦，这个后悔药啊，安怎使用啊？我嘛真好奇啊！原来你嘛唔知影。哎呀，伊嘛遐紧张啦。等一下吼，你若等去勇敢，你就知影高贵树安怎用啊。你要帮我登记啊？对啊，也唔过吼，你爱搞倒啥子忙一件代志？卖讲是一件，十件我嘛办啦。杨龙，来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对啦，我问你，高大汉变成迄粒金蕉，你也肯？哼哼哼。我有过条条啊，安怎啊？割丝啊，就要家己偷丝啊！后悔也是我的，高贵秋，紧叫后悔啊，放走去！你讲的准，高贵秋，后悔也是我的，好吗？信财公公上帝，过来，还是过来？来啊，阿姐啊！来啊，阿姐，好啊啦，阿姐，阿姐嘛，你紧想办法替阿姐哦，替后悔回来啦。我知啦，高贵秋，我想像你遐尔巧的人，应该是袂做啥物后悔代志才对，是毋是？嗯，你讲了无毋对，想袂到你遮尔了解我。所以，我伫想，这个后悔药啊，对你来讲应该是无啥物路用。啊，毋过，所以当心存三公的孝心。高贵秋，咱两个人来参详一下。这个后悔药啊，你卖给我，做你出价。
若是你无想要爱情，嘛不要紧，只要你当让互我，咱两个人拢好参详。阎罗王讲后悔药，毋是任何人会使控制。要使用恐惧，毋是遮尔啊简单的代志。不如帮因去算，我着趁这个机会观察后悔药啊到底是啥。安怎？你考虑要啥款？这个无用的物件留在我的身躯边，嘛无什么好啦。既然你遮尔啊了解我，好啊，我着算。真是嘞！哎，多谢你。学会员想要送了别人。落雨你搁走了，不用啊。咱两个人之间无需要什么后悔药啊，就会使恩恩爱爱过一世。桂秋，咱同齐进出神经好无？无得卡，你着得好无？你着变巧啊！你若是变巧，我都袂惊你搁变戆。我只有惊你搁变戆，你着又搁无爱我啊！你是咧讲什么戆话啊？到最后，地位更爱行回去，我才无爱。好，你去把后悔药我抢回来给我。咱两个人缠无到水无流，我都袂阁去让你伤害，我嘛袂阁心疼。不用啊，你莫阁伤心了好无？我袂伤害你。你伫个地府叫我被乌熊抓着的时阵。我唔想冲到甲你骗，你明明就知影迄是咧演戏，你煞唔肯甲我讲，是你害我的。其实你的心肝内根本就无我着无。我，飞娃，你来看，啊好啊，恁爸还袂死，你敢欺负伊啊？阿妈，阿妈，伊无欺负我啦。好，我想好了。哎呦，恁这几个哦，哎，快点讲，哎，你无死啊？恁真正足无良心的呢！迄阎罗王留我店的遐，恁两杯酒，恁就当作我死人。我凊彩用我死地茶包就把我砍起，我搞早未出山的，也无把我扛去台哦。原来你无死啊！你俩才要从啥？哼，当然嘛是继续跟你斗三工啊！嘿嘿嘿，哎，好啊嘞！哎，别问啊啦，提上人啊啦，是啊，上人啊。这款酒就是后悔药啊，嘛就是讲，只要把这酒啉落，就当改变过去哦。这是后悔药啊，是要怎改变过去？若是改变过去，那呢，咱即摆会变成安怎？敢讲，即摆发生的代志，拢会无发生过？阿姐嘛，你讲啊足复杂的，我拢听无呢。玉皇，你讲这侪就算啥，饮落去就好啊。等一下，我是你烦恼，唔知影有啥物效果。玉皇，你是表哥讲的人，那会这么颠倒这个丢丢嘛？相公，那是因为我很烦恼你。别话了，没有代志。在熊刀，阿爸，我回来啊！阿爸，阿爸，我回来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我回来啊！阿爸，阿爸，我阿囝回来啊！我知我唔对啊，
我袂敢离开你啊！我会踮伫你的身躯边好好养好你，袂敢你操烦啊！阿爸，玉红，我回来啊！阿爸，你莫莫操烦好无？我知我唔对啦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我唔是回来，是我爷来无好，来无好。民间买卖土地，拢需要签订契约来做凭证。听讲，就连阴阳两界冒土地买卖，撇免求婚冒签契约的仪式。啊，这阴阳契就是古早哦，像咱从要起宗祠、要起厝、要起庙，就是代表咱地府甲阳间吼买卖土地契约，主要就是要让地府、地基主这方面知影讲，咱这块地已经买起来啊。哦，所谓邪灵、哦阴煞，就算阳神，嘛拢袂使介入这个土地。哦，伊做这用买起来要起庙，还是要起宗祠？哦，所以一挂邪灵拢袂使活来。商团阴阳客是由两地尊客组成，除了土地持有权以外，签约的神灵也阁负责守护土地神灵的义务。心情路遐阔，为何咱会拆分散？若有情袂当相偎，想你的心怎样散？离袂开的情影，怎堪甲你分开行？情难舍的形影，心内看着你的名。烟花飘落的情夜，等你回来疼惜我。我一个人孤单，我不甘你心痛，爱你用我生命来作伴。